的朋友圈，被禁图那么无趣，动态也不更新，有什么烦你消息总很慢回应，到底有什么问题要你考虑，一个时期每当靠近你，心跳的指数立刻就飙升到天际，下意识屏住呼吸，我鼓起勇气，原则就像行动，我无限魄力，喜欢我就请按铃，叮铃，你快听你快听，恋爱铃响起，你知道吗，其实我也有在想你，拜托关注动出击，挥挥手在近隔离，请把我一鼓作气抓进你的心里， calling me calling me， 恋爱铃是你，电话响起我的心也跟着放晴，想告诉我的秘密会不会是 loving me， 三二一赶快接听，你却说了一句 good morning，我就要时时刻刻跟你赖在一起， calling me calling me， 恋爱铃是你，电话响起是我们友情点歌音，今晚聊什么话题，星星月亮都有趣，我听见整个世界哦都说我们要在一起，在一起。